地球一圈多少公里？地球一圈约为40000公里。地球是我们居住的星球，地球表面的大部分都是海洋，其余部分则是陆地。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是一年，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是24小时。正因为地球不停地转动，太阳光才能照射到地球的不同位置。阳光照射到的地方就是白天，没照射到的地方就是夜晚，昼夜就是这么产生的。地球内部有核、幔、壳结构，地球外部有水圈、大气圈以及磁场。地球是目前宇宙中已知存在生命的唯一的天体，是包括人类在内上百万种生物的家园。面对地球环境的污染，人类也在积极地进行挽救，植树、减少废气排放、低碳出行、减少水污染等。